位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在星期三表示，馆方发现有收藏品遗失、被盗或者是损坏之后，已经开除一名的员工。该博物馆已经下令对保安情况作出独立检讨，并且正是积极搜寻失窃的藏品。这些失窃或者是损毁的藏品包括公元前15世纪至到公元19世纪之间的黄金、珠宝和宝石。馆方将对被解雇的员工采取法律行动，警方亦正在调查有关的事件。